哎呀，良人呐，这可是欺君大罪啊！这可要掉脑袋的，臣万万不敢。求这次良人放过微臣吧。本宫当然知道这是欺君之罪，也知道这是要被杀头的。不过，陆太医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我是共犯。 当初本宫怀孕，可是你查出来的。如果现在让别的太医查出本宫从未怀上过笼子，那你依然脱不了干系，依然是杀头之罪。所以说，现在办法只有一个：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人不知，鬼不觉。 时间一长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说不定哪天本宫真怀上了龙子，大王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您说呢？微臣真的万万不敢呐！求良人放过微臣吧，放过微臣吧。好吧，既然陆太医这么说。 看来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尚仪，在。现在你就陪本宫去跟大王自首。那陆太医收了咱们金子的事情，是不是也要向大王坦白呀？当然，陆太医收了咱们多少金子，全部都要向大王坦白。还有，靖良人滑胎那事儿，也别忘了。 诺，陆太医，您现在赶紧回去，给自己安排好后事吧。可良人，这可是诛九族之罪呀！是啊，你要不说，本宫还真忘了，这是诛九族之罪呀。 回不回去料理后事，也不重要了。良人，臣知错了，臣知错了，你就饶过臣吧，臣一定会按良人的吩咐去办的，臣一定会按良人吩咐去办的呀。好了，你知道就好。尚仪，现在就跟大王说。 本宫滑胎了。诺。不哭啊！不哭不哭啊！太后这是？太后近来饮食不佳，时常一日只吃一餐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疯癫。近几日抱着枕头自言自语。枕头。 是，太后将枕头视为两个已逝的孩子，抱在怀中与他们说话，还吵闹着要奴婢去找个乳娘来喂他们吃奶。乖，先退下吧。诺，乖。太后，大王来看您了。 大王，大王会来杀我的孩子，我怕。太后，您别怕，你仔细看看，是正儿。正儿。 那你是谁呀？我是丽儿，是正儿的夫人。啊，丽儿，常常拿红枣给本宫吃的丽儿。
本宫最喜欢你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丽儿，还有敏黛，敏黛也是正儿的夫人。是啊，敏黛，敏黛和本宫都是赵国人，但本宫不喜欢敏黛，本宫喜欢你。你为我们正儿生宝宝了吗？生了一个公子，叫天明。母后见过。是吗？生几个，只要是你生的，本宫一定特别宠爱他。好，丽儿知道了。多生几个，我们就不孤单了。太后近几日一直是这样吗？有时会有点清醒，也能够跟他说上不少话呢。参见大王，丽夫人，奴婢有要事禀告。说。今早楚良人在屋外滑了一跤，回到屋内便腹痛不已，方才叫了太医来看，说是胎儿保不住了。太医，良人身体如何？回大王，良人虽说滑胎，但未伤及母体。待臣回去给良人开几副方子，让良人好好调理一下身体。良人尚还年轻，我想良人很快会再次怀上龙子的。有劳太医了，你先退下吧。诺，臣告退。大王，是臣妾没有照顾好身子，以致流掉了龙种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请大王降臣妾的罪。罢了，华胎也不是你想要的，寡人在这个时候降罪于你又有何用？大王，微臣建议还是改一改咱们这后宫的风水吧。先是景良人滑胎，如今韩长史和楚良人的胎儿也没有保住，说不定后宫有什么妖孽专门挑大王的嫔妃下手。赵高，过段时间就是春猎了，良人好好休息，别多想。诺。大王慢走。恭送大王。大王走了。哎。这出大戏总算是演完了。你说那个韩长史也真是的，在宫里养胎养得好端端的，为何要出宫？良人，您不觉得这丽夫人比敏夫人更可疑吗？此话怎讲？奴婢听说上回您教训了韩长史，他被丽夫人带走之后，私底下二人便有了来往。
韩长史怀了韩妃先生的孩子，还让丽夫人去向大王求情呢。那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那个丽姬向来好多管闲事。可是啊，丽夫人先是在大王面前言之凿凿，细说良人陷害韩妃的罪状，害得良人被贬。可良人对她没有威胁之后，她又对我们假装好心，让我们小心敏夫人。可她明明和敏夫人情同姐妹啊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而且方才奴婢去南宫请示大王的时候，正巧看见丽夫人和赵太后亲热。奴婢听说，自打丽夫人进宫以来，常往南宫跑，还喜欢拿敏夫人的红枣借花献佛，讨好太后。那您说，她究竟是站在哪边的人呢？哼，那个丽姬，真是坏透了，骨子里、脑子里、全身都是心机。良人您也知道，赵太后素来和祖太后不和，那自然是不喜欢我们楚人。奴婢只是担心丽夫人现在正得圣宠，又联合赵太后和敏夫人的势力来打压我们，那良人以后在宫里怕是越来越没有地位了。肯定是这样的，一定是那个丽姬煽动敏代搞的鬼，他指使敏代下手，然后再把这一切扣到本宫头上。本宫落到今天这般田地，都是拜那个丽姬所赐。等本宫东山再起，一定会加倍还到她头上。丽儿，寡人有些不安，我身边的亲人都与我愈走愈远，今日母后心神憔悴，寡人的孩子也意外滑胎，城角燕丹也与我反目，寡人身边就只有你了。寡人今日想起燕丹曾对我说的话，燕丹说寡人生性多疑，对樊无机是如此，对他是如此，对城角也是如此。大王说的城角，可否是我在洛阳见到的长安君？我记得当时大王和长安君情谊甚笃，可是我入宫之后就听到有人曾说过长安君因叛秦而流放于异国，我也曾为此事疑惑过。不是他背叛寡人，是寡人背叛了他。城角从小性情温和，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母妃所生，又有立储风波，但是他始终尊我敬我，当我是他最敬爱的兄长，而我却为奸人所骗，相信他有心叛变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却未能守护他。我娘太纯良，吕不韦对娘进了谗言，使他以为若大王疼爱城角却不立嫡长嬴政，将使父王为难，召臣民耻笑。
王兄不也说过，父王明明疼爱我，却立你为嗣，使你不安。自古以来，宗室相残本为常理。然而这些年，王兄始终待我不薄，难不成是怕我谋反？不是的，那就把大清王位给我。其实程乔并不想要寡人的王位，他只是太善良，太年少，面对残酷的真相，他不知道如何生。那些年他是如何待我，而我又是如何待他。从此以后，长安君程乔与大秦再无瓜葛，恩断义绝，死生不见。是寡人对不起程乔，我的王弟。是寡人负累。韩侍卫前些日受的伤痊愈了吗？谢大王关心，已无大碍。今日怎么了？还没使出功力，寡人等你出招很久了。大王，微臣有事，恳请大王恩准。好啊，若是说出来能让你专心与寡人下棋，寡人愿意听听。微臣请求出宫一月，有要事要办，等事情办妥必将准时返回。什么事？是厉夫人委托之事。既然是厉夫人之事，为什么不是她亲自告诉寡人？不瞒大王，此事微臣也问过厉夫人，夫人以为既是需要韩深出宫调查之事，若由夫人来说，便显得她这个后宫嫔妃逾矩了。再怎么说韩深也是大王的侍卫，更何况大王信任韩深，并非只是因为厉夫人的关系，不是吗？是寡人不能知道的事吗？微臣只能说是对大秦和对大王无害之事，请大王放心。既是如此，为何不能明说？夫人以为若是先让大王知道，却未得善果，反使大王劳心，这是夫人对大王的体贴，还请大王理解。你这么替夫人说话，说她体贴寡人，你这个大师兄倒是处处维护着你师妹。你维护你师妹可以维护到一辈子都不娶，就待在她身边，你就满足了是吗？是，只要看见她平安快乐，我就知足了。好，你说到做到。请大王放心，韩深言出必行。如今有李牧将军在，
我大赵虽无需忧心秦军再犯，然也非常久之计啊。赵国渐弱，再不图强变法，仅仅能保全邯郸而已。嬴政应该不会就此罢休，他越是败战，便会越想要赢。公子，如今既有闵夫人在秦国做内应。 又有老夫为你献策，只要我们挡住秦军的攻势，将赵谦那个昏君赶下王位，必不远矣。大王，蒙武将军求见。传。宣蒙武进殿。 谢大王召见。说吧，何时与寡人商议？大王，臣得一兵书，臣以为论述甚佳。臣惶恐，想将它献给大王，还请大王一读。是谁写的？臣妾以为大王可以先读兵书，再问住者何人。若大王不喜兵书，降罪于臣便可。 草民未了，参见大王。大胆！你如此匹夫，参见大王为何不行礼？大王，魏老先生久居乡野，不惜朝堂礼数，望大王见谅。魏老先生，寡人已阅你所著兵书，然寡人有一事不明。您既是魏国人， 何不向魏王献计，要远至我大秦，求取名位？你这刁民，如此狂妄，竟敢在朝堂之上放肆，莫非在辱笑大王吗？老夫并非辱笑大王，老夫辱笑的，是以往那些献书之人。 他们肯定个个都是来求取功名。大王才如此说。若你不是为了求取功名，所谓何事？为了只求天下太平，再无战乱。老夫年少，即习兵法，便游历各国，以献所学，以为富国强兵，便足尝志也。 然，十数年来，老夫之子和亲兄弟，皆丧身于战乱之中，如今家破人亡，仅于老夫一人，求取功名，又有何用？结束苍生苦难，使百姓安忍，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天下 一统。那么您这次来我大秦，有何贵干？老夫选择了大秦呐。当今世上，唯有秦能统天下。然，老夫择秦，并非全是大王之故。望大王勿自视过高。 你这老头，说下去。老夫曾数次入秦暗访，秦律严谨，官吏忠信有节，百姓民风朴实，观其下，便能知其上。
秦国历代先君励精图治，为一统，打下扎实基础。这才是老夫周游列国后决定献兵书的理由。魏老先生果然是见微知著。寡人猜想，您这次远道而来，想必是有备而来的。大王，你知离间计吗？寡人自然知道。离间计乃是小人之计，若要一统天下，当在战场上一战胜负。恕老夫直言，若屡战却败，劳民伤财，仍未能推进一统，坚持君子之争又有何用？老夫以为，今大秦之患乃诸国分立，各国善则进矣，和则能攻。大王应重会各国豪臣，个别乱其谋，不出30万军，必能攻克诸国。老夫以为，只要离间得当，即使是让大王头痛的赵国，也必能逐一瓦解。届时，一统宏图指日可待。痛快！这普天之下，没有人敢如魏辽先生这样对寡人畅快直言。您远道献策，是我大秦之幸。虽然您不求名位，然寡人仍不能虚礼相待。从今以后，魏辽先生衣食与寡人同，寡人当时刻请教，奉为国位。谢大王。姐姐，听说近日有人向大王献策，要大秦花重金去行见各国，不知此传闻姐姐是否有听说？竟有此事。近日来秦策士不绝，屡有献策，不过大王也未必全盘接受。只是这次行见之国的目标正是赵国，姐姐应当知道，自从秦魏赵败后，大王一心想要找到攻赵之计。除了韩非先生生前所献之策，大王一心想要攻赵，应是有几分寻思的。毕竟大王儿时在邯郸受过不少委屈，姐姐你应该也知道。我是亡国之人，六国之战，虽说我也忧心百姓之苦，但怎么说，我也是局外人。但是姐姐你就不同了。姐姐虽说不涉朝堂政治，但是这次受敌的毕竟是自己的母国。姐姐若真想为赵人做些什么，为何不去找大王恳谈呢？大王的雄心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劝阻而停下的。然姐姐也说过，大王并非是听不进话的庸君，虽说一统天下是不可破的雄心，但如今大秦也并非占到上风，战争也并非是唯一的手段。若姐姐在居中斡旋的话，秦赵关系可能还有转圜余地啊。为何妹妹觉得我得以居中斡旋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本宫向来不过问朝堂之事。妹妹这话
又是什么意思？姐姐，我想你应该很明白，我从来都没有一丝害你之心。你我姐妹二人这些年在这宫中相知相惜，如若姐姐真的有什么苦楚，大可与我倾诉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并没有什么苦楚，只是妹妹又何以这样说呢？啊，对了，上回妹妹说要调查韩长史之死，我想知道妹妹这段时间以来究竟调查得怎么样了。是啊，我已经知道是谁害死了韩长史。是谁？参见大王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夫人在聊什么？哦，倒也没什么。寡人能不能问问你，你让韩深出宫到底办了什么事啊？大王放心吧，大师兄绝对不会去做害秦之事的。你和你师兄可真有默契，到底什么事这么神秘啊？我想让你舒心，当然不想让你伤心。大王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。好，寡人相信你。要是让寡人吃亏了，我会在别的地方给你讨回来。师弟，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了护卫太子殿下，防备刺客，所以我提议，由我睡在最宽室的房间，让太子殿下睡偏房。确实是很聪明的安排，连我也被骗了。我并非是想刺杀太子殿下，仅仅是想看看踏上之人是不是您。韩侍卫，你为何来邯郸？说，你是不是秦王派来的？金少侠，你方才不该对他手下留情，如今让他见到了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怕是有危险了。樊将军，这次太子殿下托秦是公孙姑娘一手策划，韩少侠、金少侠里应外合，才得以顺利地解救太子殿下，所以请你不必怀疑他的诚信。哼，公孙姑娘便是丽夫人，也是金少侠的师妹。是吗？韩侍卫，即便你是金少侠的大师兄，但你仍然是咸阳宫中的中尉，秦王身边的近侍，你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出宫。你到底是为何来召？说。秦王确实知道我离宫，然而并不知道我离宫的目的。今日田光先生也在，韩某就当诸位是自己人，定当诚实以告。樊将军，请你不必过于介怀我的身份。韩少侠虽身为秦宫侍卫，但这次为了救太子殿下，他是尽心尽力，可真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呢。他绝对不会轻判孤勇。既然他已经说明了不是为秦王而来，
所以樊将军不妨就此信之。燕丹也愿意相信韩侍卫的人格。铁矿先生，我想与你单独谈谈。好。大人，本宫向来不说客套话，既然大人愿意来见本宫，那咱们就把话挑明了说吧。原来中常侍大人一直为夫人所用，果然不出本官所料。中常侍大人真正服膺的并不是本宫，只是我同大人都是赵人，又身在秦宫中，互助罢了。本官实不明白，我和敏夫人之间有什么好谈的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韩妃之死是出自敏夫人之手吧？然后嫁祸给本官，您这一招真是高啊。对于我大赵来说，韩妃就是我赵国的敌人，自然是要除掉的。既然如此，何必要借刀杀人？这要怪呀，就只能怪廷尉大人，你运气不太好。韩妃一事，若不是厉夫人穷追猛打，再和昌平君一起闹到了大王面前，你们应该是可以全身而退。这楚良人想毒死昌平君，以丞相之位来换取厉夫人的死，只可惜你们的周密计划被打乱了。不过大人要怨的话，也不应该怨本宫，而是怨厉夫人才对呀。大人你想想，如果韩妃先生还活着，以大王对他的重用，这相位很有可能已经是他的了。可是韩妃已死，本官依然没有入大王的眼。若是上回厉夫人死在了宫外，那韩妃之死又怎么会牵扯到你们头上呢？这廷尉大人在大王心中的位置也不至于一落千丈啊。敏夫人，您此话何意呀？本宫的意思是，厉夫人碍着了太多人的路。若是大人想重新赢回大王的信任，也是有方法的。本宫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不过，大人，你要先站在我们这边才行。青儿，嗯，你有看见我的短剑吗？短剑？夫人不总带在身边吗？昨晚睡前放在我的床边，不知为何今早起来就没了。兴许是夫人早上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抖掉了吧。公孙离，你管得太多，本宫也只好斩草除根。来人呐！
大王，绑走丽夫人正是太子丹离秦计划的一部分。妹妹，你不承认我说的话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大王他还会不会再信你。立刻将丽夫人关入永巷，听从发落，把太子丹家眷也一并关入大牢。诺。审问的如何？禀大王，逆犯卑劣顽强，至今不肯承认他私铸燕太子丹离秦与燕王室有关。继续拷问。诺。这银河相对，千年等一回，千山万水眺望你的娇美，让心月微美。遥遥天海交汇，深深夜幕低垂，爱已深锁城外，苦等一人归。山川成灰，容颜都枯萎，留下爱在世间不断的轮回。看透喜悦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永相随。走遍天地恢恢，以你自由是相思滋味，只为你憔悴。望穿秋水，泪如流星下坠，对镜花儿美。在你心底